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2023年的7月5号，啊，今天天气特别的热啊，不是说今天天气特别的热，是从今天开始天气都特别热了。啊，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它那个花呢好像是很大，但是，我也要看一下嘛。我看，对。他脖子在里面吗？花啊？对面，哦，走错了。哈勃是吗？哦，对。那个刚刚带你们打电话的。啊。是哪朵花？这个。哦，好大。我是特别小，我看看，我是特别小的自行车。啊，自行车。啊，这样啊。可以吗？我觉得，他觉得还有两小个。好，不能。可以吗？可以不了，可以不了，没有这个能力吃下去。你写1公斤啊？可能就是不太上。这有点太大了，你最好是改一下，不然别人以为1公斤就赶过来。那这个应该也差不多，还是大的。行，走了。谢谢。你们有送鼓浪屿的吗？没有哎。啊，我可以那个，我可以送鼓浪屿的。骑车就是鼓浪屿啊？不是啊，我是坐那个坐船过去啊，车怎么过去啊？如果你们需要的话，可以跟我打电话。好的，谢谢。再见。我。咖啡啊，咖啡饮料。
哎呀，我又忘记把钥匙给拿下来了。哦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热。这里面以前好像是一个，这应该是以前的老旧宅了，就这里。啊，要是有空调的话就比较好。那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，那没办法，这它那个花有点太大了，我就接不了。毕竟我这是小的电动车，这次接单失败，白跑一趟。拜拜。出来。这个门就感觉到是有点像以前的那种老建筑了吧，是吧？